关掉你之后，再度揢着伊的 saxophone 演奏优美的乐曲，又是一个行动来支持这项有意义的活动。婚礼馆家长会长协会预定5月13日暗时，伫文化处的音乐厅举办一场音乐会，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，以及对弱势学生表达关怀之意。婚礼馆家长会长协会这项母亲节的音乐会，主要是邀请县内各校的杰出音乐团体前来献艺，甲大家共同度过这个有意义的日子。这次活动哦，这个当然主轴就是庆祝母亲节，借我们新婚合唱团，还有那关怀弱势，就是永泽一天使的乐团，那其他的乐团都是我们县级或全国级非常得过很多奖的一些学校，这个正溪国小，还有云林国中的管弦乐团，然后有斗六国中的合唱团，在就是云林国小的子弟队，这都是在我们全县或者全国都是获奖很多的团队啊，这个到时候我们这场那个音乐响应啊，绝对是让大家耳目一新，而且非常的温馨。官府对这项活动也相当重视，教职人员也欢迎大家做伙来关心和支持。云林县家长会长协会啊，第一次举办这样的一个关怀系列活动啊，我想最主要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感恩母亲啊，另外一个是关怀弱势的学童。那这个在整个教育里面来讲是非常的有意义啊。那他们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让我们所有社会大众对这些弱势学童，大家能够伸出更多的关怀跟关心。家长会长协会这次也特别赞助经费，支持地方的折翼天使乐团，会当顺利应邀前往新加坡表演。记者尤明伟采访报道。